下面这一题来了，请听。终于这首歌都快演奏完毕了，不是我听了半天才听出这首歌是啥，我很自责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的歌。啊！天问，回答，回答正确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好，来。天地遥，人寂寥，我忘了花谢了，天知晓，天莫悲，天已老，英雄尽，岁月少，人寂寥，我忘了。哇哦，这一题其实歌很熟，但是原唱自己都有点反应不过来，因为它变成管弦乐的时候，它会把歌词的密度稀释在这个管弦乐的流畅当中，所以你会觉得是个很流畅的旋律。只有当歌词填进去的时候，哦，这是天问。好，来下一题。等一下，赵小棠，快一点点，对吧？超越妹妹，永远晚一步。说吧。荷塘月色。哎，什么？都不用孙老师了，道具老师都忍不住了，来，超越。爱江山更爱美人。爱江山更爱美人是否正确？回答正确。耶！哦！啊！你啊？怎么会荷塘月色？好，来。老师再起一个伴奏，我荷塘月色也能唱。好，来行，老师辛苦，再来一遍这个。辛苦了，老师们。当一条小河缓缓流淌，流进我心里边梦的衣裳。辛苦老师了，辛苦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我这就会去管教。小唐是这样的，你整个的来说，你就跟架子鼓合上了，你知道吧？